算讲伊伊太太，就算讲伫新北啦，哦，啊，搁一个早孙的，阮早孙也伫遐，啊，就两姐相约，啊，阮甲人联络到啦，吼，嗯，哎，啊。那些地的学长，就讲你的员工，给你礼物，现在是这样，就是他张爸爸的意思是要尊重，他长子的意思了哈。啊，如果他的小孩要回来台南，那么市长已经有特别交代，我们要做专案的处理了哈。未来跟台中市协调，阿辉跟消防署协调，来完成这件事情。